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是治疗因各种疾病导致的膝关节终末期病损的有效的治疗手段。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关节置换可以显著地提高术中的截骨精度，有利于患者下肢立线的精确重建，从而延长假体的使用寿命，而且术中不再需要进行开髓操作，减少创伤，降低并发症，有利于患者的早日康复。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的患者基数庞大，手术要求高，难度大，患者满意度也不高，手术渗透率较低，而HURWA关节手术机器人的到来非常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一个医生往往需要经过100台以上的手术才能够达到相对熟练的这样一个治疗的好的治疗效果，那么通过我们的手术机器人，我们大大地降低了这个学习曲线。机器人稳定高效，不知疲倦，能实现精准、安全、个性的手术效果，帮助医生造福更多的患者。在临床应用的过程中，我们的机械臂通过机械臂自身的控制算法，可以自动的把锯片对准将要截骨的位置，这样的话去避免了人为因素参与在手术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风险，是一款全自动的手术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也是得益于KUKA机械臂非常良好的性能，以及给我们开放的丰富的二次开发的接口。相信它在未来一定会成为更多主刀医生常规的第一助手。Industrial Intelligence